主料，芹菜400克，猪肉150克，辅料，辣椒酱，盐，花椒，生抽，油，生粉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芹菜摘去叶子后洗净，切冻后用盐抓一下，出水后冲凉水，瘦肉切丝，下生抽、生粉和花椒抓腌一下，炒锅下油，下辣椒酱炒香，下腌好的肉丝炒变色，下切好的芹菜翻炒，略加一点盐调味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芹菜有用盐抓一下，肉丝也有下生抽，辣椒酱也有咸味，所以下盐前试一下再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